生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一段旅程。其实我还蛮后悔的，我总觉得要把一首歌唱好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一直到现在啊。哎呀，到现在这样，本来想要撑住，最后还让你们安慰我。刚才那首歌都是你们唱的，谢谢。谢谢我们全场。我刚刚那么你呢？想起了我是怎样的？当初哭着分不开，现在的温柔已消失怀。我和我等到那么你呢？离开我要你从前快乐，眼泪湿尽了耳朵，哭的是懂的，我们都会幸福的，我们都会幸福的。刚才那首歌好像都没有唱到，谢谢你们。不管如何，还是非常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东北的大连，然后谢谢你们在最东北的这个地方还是支持着我，好，谢谢你们今天晚上带给我的温暖，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跟我一起的大合唱，接下来我还会很需要你们哦。走着走着，我们之间有太多。
像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是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一段旅程。其实我还蛮后悔的，张楠。我总觉得要把一首歌唱好，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一直到现在啊。没事 ，OK 吗？好的，没事。欢迎江红，我们带来下一首歌《Daydreamer》。Tell that you'll be there for me.
叫做 Daydream 是由英国的一位选手叫做艾黛尔 Adele， 他是我们唱的一首歌曲。那他的歌词就是写说他喜欢的一个男生，到最后这个男生其实是不喜欢的，他喜欢的是别的女的。哇，刚刚真的是我必须让我自己嗨一点，因为接下来是一首嗨歌，对。然后也是忘记，如果刚刚有失态，然后不会，就是说没有，不知该如何说话的这个画面，那不是我，那都是歌曲当中流露出来的这个，对，我就想那个对。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叫做张红 ，OK。爱情的骗子，我问。